超過110萬紐約市嘅公立學校學生好快就會被允許帶手機同埋其他嘅便攜式設備上課，戲劇性地推翻咗多年嚟嘅禁令。根據市府現行嘅規矩，禁止學生攜帶手機及其他電子設備，例如 iPad 翻學。他們必須將電子設備留在家裡，或者給錢寄放在附近的商店。但在新的規則之下，就允許每間學校的校長和教師或者家長商討如何合作，制定最適合的手機政策。根據新規定，校長和老師將決定一系列的處理手機的法則，當中包括要求學生將手機放入書包，或者是在學校的指定位置。布朗士兩名警員被槍擊的案件，警方拘捕三個疑犯，當局亦都公開疑犯和警方搏火的片段。兩名持槍和利刀的疑犯假扮顧客到一間雜貨店，其中一人突然衝到櫃位搶掠，另一人就喝令顧客伏在地上，得手之後離開。他們之後到一間中餐外賣店，閉路電視拍到其中一人在櫃位逗留一陣之後，有警員到場，疑犯就拿手槍向警員開火，雙方搏火，兩名警員受傷，其中一名疑犯都受傷，送院之後被捕，警方又拘捕另外兩人調查，而受傷的其中一名警員今日已經出院。紐約華僑文教中心主任張景南即將在紐約任期屆滿，預定在1月底榮調返台，接任台灣僑委會僑教署署長的職位。曾經兩度調任紐約擔任僑教中心主任的張景南對於離任表示不捨得，他特別感謝美東地區僑界在他任職期間給他的支持。任職紐約三年幾的紐約華僑文教中心主任張景南即將在1月底榮休返回台灣，接任僑委會第二處僑教處處長的新職。消息傳出後，僑界紛紛打電話向他表示祝賀，並對他的離任感到依依不捨。他接受訪問時表示，對於僑界的關心表示感謝，並對僑胞在他任職期間給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謝。張景南又歡迎僑胞到台灣去找他。曾經兩度調任紐約擔任僑教中心主任的張景南特別對紐約的工作經驗十分特別，對他來講亦都是終身難忘。他認為在僑胞移民的海外之下生活得很艱苦，所以僑務工作是很重要的，服務僑民要真誠和勤快，必然有所收穫。由美國華人藝術家協會主辦的美國東岸水彩畫展，由即日起在法拉盛的紐約第一銀行藝廊展出到本月15日。這項展覽一共展出20多位華裔畫家50多幅的作品，歡迎民眾參觀。美國華人藝術家協會自即日起在法拉盛紐約第一銀行藝廊展出水彩畫聯展，展出來自台海兩岸目前居住在美加地區的20多名華裔畫家的50多幅作品，各有特色，十分多樣。這次的展覽是以水彩畫形式表達不同的主題，有些畫作以紐約街景為主，反映生活的現況。參展包括的畫家有蔡楚夫、李慧文等多名藝術家。參展畫家張忠表示，這次的展出的是多年活躍的紐約畫壇的著名職業畫家，作品展現出來自東方藝術與西方觀念的表現，發揮畫家的藝術理念和創作軌跡，希望藉由這些作品推動中西的藝術交流，歡迎民眾前往參觀。這項展覽會到今個月的15日，第一銀行畫廊地址在法拉盛銘街41-02號2樓，入口處是在41大道。本台新聞部已經設立電子郵箱，對我們的節目有意見或者有新聞線索都歡迎來信和我們聯絡，地址是 sinotvnews@mrbi.net。 今晚的新聞報道完了，多謝各位收看。